Yo, I don't need gold chain, cause I got you respect. 不是，我觉得不行。我觉得其实可以。不行，我觉得很普通。你的态度很凶，有点情绪失控，所以下一轮可以加油。阿月真的很严格，比我想象的严格。我不要分析肯定，直接面对的肯定。做出这个决定会不会失去公正性？他好像还好，你好像也可以。跟其他人一起比，头号性比，暗示你唱快太急，专心炫技。这个先例一开，很多人都敢拍。刚刚你先记，念得太急。他是快嘴，所以我再给你机会。我觉得 OK， 怎样头也不回。那个其实无所谓，我觉得还蛮对位。对对对对对，参赛选手一些小失误，很现实，很残酷。后面打不到，清楚动静自如，越没有技巧，他就押韵越不好，还是欠缺临门一脚。比赛根本没完没了。如果他可以的话，非常的欣赏他，很强大，合作差，果然有两把刷。毕竟中国有嘻哈，他是一个比赛，每一个饶舌歌手那种王者姿态，不照规矩来，都觉得自己最厉害。好多选手来求情，要是不行，我觉得不行。都是说他们其实可以，也有星海的实力，就是跟你拍造型，感受他的激情，用多双眼睛看着你装逼，你要更专心，你还需要会说机。